心情心情快乐。我的心情啊，你就好好压我，变啊，给我来安慰，也就好好伊的性命。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凡在我里面的，也要称颂他的圣名。诗篇109篇。Thank you.
耶和华来看你，敬畏的人的喉乐是合宜。你的话语感谢耶和华，用十条的言舌而乐意。义人啊，你们应当靠耶和华欢乐，正直的人赞美是合宜的。你们应当弹琴称谢耶和华，用十弦舌歌颂他。诗篇33:1-2节。